度都翻嚟啦，今日開箱 Apple，another brand that I love in the world. There's two brands that I cannot resist. 當然第一個就係 MS， and then the second one we could have. The design is just too perfect, right? Let's do it. 點解要拍 Apple 開箱？真係好開心，因為 Back to the School 有 discount。差不多是九折，還要送個 earpod 和 smart pencil， 還要送支 apple pencil， 是不是很正？我覺得超開心。總共買了幾部機呢？總共是買了兩部 notebook， 一個 studio 和一個 iPad Air， 還要送了兩個EarPod 同埋一支 pencil， 咁啊，開下先。呢兩條線咧，而家係新嘅包裝，都係用線搣就開啦。我今日調開啦，哇！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有開 MS 咁開心，所以呢兩個 brand 係 two brands that I cannot resist。時間的關係，我已經換了它出來了，其實是一樣的，我是買了兩部，一部給阿仔，一部自己用。那呢，我是未有用後感的，因為呢它那部是 Formula One。 為什麼我未有用後感呢？因為我是未開啦，不知啦。這一部機呢是14寸，大家開 Apple 的時候，現在是不是大家都開 iPhone 15 呢？但我就沒有買15喎，我未咯。我見大家排隊排得這麼咩的時候，我就買住它先啦。我開這張紙的時候都很開心。大家多久沒有換機？我很久很久沒有換機了，因為所以我很感動其實。因為舊機呢，你一換呢很麻煩，所以通常你都不換。14入面有什麼配置呢？首先它會有一個 charger 啦，新的 charger 會是這樣，這個要搣開它啦。這個呢制式呢，我們是要剪到片的，所以呢我們會在下面出一個 model number 給大家看回。那呢我用完之後呢再拍一條用後感，看它好不好剪啦，好不好用啦，各樣各樣。咦，這個位置是線位來的，不是頭位來的，是啦，線 pad 啦，是這樣啊，是啦，我找到我的位置了，哎呀好開心啊， click 哇，但這個我覺得是大夠過我之前那部。跟住呢，這個是這一隻頭啦，哇好靚，好完美。好啦，就是這樣啦，我已經搞定了一條線了。哇，好好聽，那個噔一聲的音樂，哇好靚。我只是給這個畫面大家看的，看完我就不知道怎樣做 setting。 你好啊Hello， 好感動啊，我3-4年沒有換機了，日文啊。Escape 咗之後，佢就叫你揀 language。我係會揀繁體中文先。我諗我係會揀繁體中文先 ，maybe not。我可能會揀英文。好啦，呢個開箱。如果要以繁體中文為主要語言，請按下 return 鍵。好正。好，睇下仲有啲咩喺入邊先。好，我說明書，好啊，說明書都是說明書。好啦， that's it， my unbox is done。 好啦，
咁點解買十四唔買十六咧？就係十六好重，十六拎唔到 ，carry 唔到 ，traveling。So that's why 我要買兩部十四。咁呢部十四嘅配置其實就已經係差唔多足以係啦，可以剪到日常嘅片。咁同埋咧，佢個機身咧，我目測下先，感測下先。是少少重的，應該是三，咦？佢咪話三磅定三 kg？ 應該三 kg， 係啦，我唔記得。大家睇下嗰個配置先。咁我覺得係比原本我原本之前嗰部，我覺得會係重咗。其實我舊嗰部都冇咁重，應該係真係三 kg。我覺得係 heavy 嘅，不過咧唔緊要啦。咁啊～Move on to the next， 我想跟大家說就是這個 iPad Air， 這個 Air 真的很輕、啊、大家要買的時候真的要買 iPad Air， sorry 我又是選了這一隻，這一隻碳灰色的，我最喜歡的，沒辦法，最喜歡的碳灰色，送了支筆，支筆真的很好用，畫下東西先，這個呢就是阿仔要拿來做功課，因為咧呢一部咧，我哋琴日咧 scan pictures 啦，跟住佢 read note 啦，全部嘢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覺得好正。咁今日開箱咧，要講個 back to school 優惠俾大家知。其實點解要 join 佢咧？每年今年嗰個優惠就係我呢一部機減咗千幾蚊 ，Apple Care 又有得減幾百蚊，然之後呢一部 iPad Mini。不是 iPad Air， 它又減了四百多元，它的 Apple Care 又減了幾百元，之後送了一支一千元的筆，是啦，一千元的筆，然後 EarPod 了，它這個 EarPod 呢就是不滅聲的，是啦，這一隻第三代，是啦，那這個呢也都是1499 around， 我又再 check 回價錢了，咁即係佢送咗兩部，即係每一套電腦佢都跟一個啦。咁我頭頭尾尾慳咗六千蚊，加埋佢送嘅呢一支筆，我係有七千蚊嘅 discount， 佢7500蚊，再加 Apple Care 每樣平幾百蚊。咁我諗我成個 deal 係慳咗8000多蚊以上咯。咁 which is 咧，staff price 咧都係貴過呢個 price 嘅。即係話咧，你用 staff price 去買咧，都已經貴過。咁呢個係一個咩優惠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大專生優惠，係每一年應該係九月到十月頭都有。咁因為好多人唔知道啊，去到 Apple Store 咧先至即刻發現。咁你唔可能即刻揾到個學生朋友幫你買嘛。咁所以咧就會 miss 咗。咁我就提下大家，每一年九月開頭嘅時候都要留意蘋果呢一個 promotion 啦。咁阿仔就唔係大專生啦，咁我就揾咗阿侄仔咧嚟幫我哋做嘅今次。咁你有大專嘅 student card 啦，你有 Hong Kong ID card 啦，佢 match 對到咧。哦，咁當然啦，你唔係用 Hong Kong ID card， 你係中國 ID card。咁總之你係香港嘅大專生啦。咁咧師生好似係老師都有㗎，咁所以咧我今次 total 係買咗一個 studio 啦。兩部電腦啦，一個 pad 啦，咁我買咗四樣嘢，但係我慳咗8000多蚊左右，咁 which is 係一個可能8-5折到嘅 discount， 咁佢哋計過係大概8-5折左右嘅 discount， 但係就未計佢再送俾你嘅嘢咯，即係其實8000-9000蚊係唔止8-5折啊，可能因為佢送啲筆啊，送咗即係當然啦，都係佢自己 item， 但係你有用啦，同埋如果你真係唔用，你都可以 resell 啦。咁嗰度係3000蚊兩個 earpod 啦，加呢、這個，咁已經係4000蚊嘅嘢，係啦，就我就攞咗兩個呢啲啦。咁所以就呢一個優惠係好抵，咁每年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今年咧呢條片出嘅時候就應該完咗啦，因為佢係由九月開始做到10月2日嘅。咁阿仔最後咧就買咗個最核突嘅。我覺得最核突啦，黑掹掹嘅殼，我幫佢 cover 翻先，費事佢睇到，就係呢個啦。啊，呢個係一個 iPhone Watch， 係啦，但係MS 嘅。咁佢個分別係咩咧？MS 嘅咧
就係佢會有隻馬啦，即係佢個 screen 你望落去係唔一樣，咁就當然同埋佢條帶啦係會唔一樣，咁所以就貴咗幾千蚊。Let's go！ 哇，好開心啊！我咧其實咧一路咧都想要一部要一個 iPhone Watch， 但係咧一路咧都係唔知點解冇遇到佢。是兩盒嘢嚟嘅 ，it's two different things。佢係兩盒嘢嚟嘅，哇！真係好開心啊！呢個究竟係點樣咧？哦，呢個係同平時蘋果一樣噶，係要咁樣搣噶。哇！好感動啊，又係咁樣。我其實真係好中意呢條紙。老實同大家講，實不相瞞，呢一條紙每一次搣嘅時候，我都好有治愈嘅感覺。今天咧好光啊，屋企，所以咧啲光唔係好靚。大家唔緊要，大家有靚嘅電話就夠啦。可唔可以同我剪翻個直度？嚟啦，最貴嗰樣嘢已經喺我手上啦。我又要珍而重之咁。其實咧呢個係45mm 大啲嘅，我係中意大啲嘅。我搣爛了張紙，我究竟是怎樣開的呢？咦，有沒有電可以給我大家看看我的 screen 啊？咦，是沒有電啊？有啦，蘋果啊，看不看到啊？蘋果 logo 啊，看看見不見到隻馬仔，大家告訴我，我看不到。看看先，看看先，有沒有馬仔啊？咦，只有蘋果 logo 的，只有蘋果 logo， 沒有馬仔 logo。呢啲係叉電線，一路都係蘋果喎，仲係蘋果，仲係蘋果。咁 Apple， 誒得啦，啊咁要 match 咗先喎。Bring your iPhone near to your Apple， 其實呢個位係一樣嘅喎。佢叫你做嘅嘢應該係同平時嘅嘢係一樣。呢條片咧係有少少沉溺式嘅。你見我台面全部呢啲橙盒咧，好開心，咁就知係都沉溺呢一個。大家中意睇我開箱嘅朋友，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and share 俾朋友，因為你嘅支持就會令到我更加想拍開箱嘅片啦。哇！呢個袋係咪好靚啊？係好靚，記得話俾我聽。嗱，我好有 taste， 我揀咗個近乎男裝嘅嘢。大家不要笑，咦，是有兩條帶的嘛。是啦，我都需要一些時間將它撲下去，大家可以估到是怎樣撲啦。這個是那個帶，是不是我想要的那隻？咦，是不是我想要的帶呢？這隻是撲下去，這裡是有，等我放下先，這裡是有 MS logo。係啦，大家睇唔睇到？呢度係有 MS logo， 咁搣一搣開佢先，真係好難搣啊！跟住哇，真係好靚喎！嗱，即係因為我係一個 MS addiction 嘅人啦 ，I'm so addictive to MS， 所以就冇辦法啦。咁我相信大家啲女仔都係，呢個扣真係好靚啊！咁留意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都會有好多 update 嘅資訊啦，可以通知大家。咁等大家咧，唔好 miss 啲events 啊，唔好 miss 啲得意嘅嘢啦，同埋唔好 miss 呢啲咁好嘅 discount 優惠啦。我都有通知曬啲朋友，喂，你要買機就快啲係趁呢段時間啦，因為要換機嘅時候 ，back to school 呢、這個，點解呢個嘢簽唔到喎 ？back to school 係一個最好嘅時間。去換機嘅，咦？我都話呢個套唔得㗎啦，好啦，拜拜。